好嗱，今日咧我哋嘅信息嚟讲到进入高层次嘅属灵恩赐嘅运作，即系话喺圣灵嘅运作，神会赐俾我哋各样嘅属灵嘅恩赐，能够咧喺圣灵嘅运作里面侍奉更加有能力，并且咧系进入高层次喎，即系话点样由初层次嚟？有啲人就话我初层次未入，咁唔紧要嘅，我会由初层次开始，然后点样进入高层次嘅侍奉？咁咧，即系先咧就冇请呢位弟兄出嚟，咁咧就。就是南山呢位弟兄啊，咁咧佢就係另一位隔離嘅姊妹咧介紹佢嚟嘅，咁我特登唔講名，主要原因即係為咗佢哋嘅緣故啦。咁咧佢都係話第一次嚟到想經歷聖靈，咁咧就喺祈禱時候咧，我一埋同佢祈禱咧，你可唔可以好大聲去講你嘅內心嘅經歷啊，同埋身體嘅經歷啊？得到好平安，同埋咧就有一種力量好似催使我。我真係企唔穩啊！唔知點解個身體不停咁搖動咁樣啊，但係咧就好舒服啦啊！係感謝主啊！真係好似將我啲心裏邊啲嘢釋放曬咁咯。好感謝主啊！神就係咁真實嘅，神就係咁真實，我哋可以經歷嘅，而我哋每一個人都可以進入呢種嘅侍奉，因為唔係我哋嘅能力，係神嘅能力。咁我哋想進入咧就。就放低自己，唔好自己啲煩惱啊、啲怒氣啊、啲猛掙怒嘈啊，放手，然後咧全心親近我哋嘅神咧，我哋嘅神一定會幫到我哋嘅。好，咁我呢度睇到幾幅圖啊，就係咧喺度進入呢、这個其實呢、这個屬靈恩賜嘅運作，唔係淨係單呢幾樣嘅。咁呢度咧包括有靈敬拜啦，或者禱告啦、彈琴啦，為人禱告啦，可以經歷到神嘅愛啊，或者神嘅喜樂啊。神的醫治釋放啊，這個真的很真實的，在我來說很真實啊。其實聖靈的恩賜不單止這些的，也都可以包括在行政啊、在計劃啊、去關心人啊、跟進人啊，很多地方都可以的。其實聖靈的工作是很全備的，希望我們大家都渴慕，大家渴不渴慕啊？很想有神的能力，因為呢靠著自己人的能力呢，我們能夠做得是有限的，但是神的能力進入呢，人就可以很快脆，可以很大的改變的。我首先講一啲故事咧，俾大家睇下咧。一個人佢唔善用佢嘅神俾佢嘅恩賜啦，就算莫測特，咁我哋就會覺得呢個咧，哇！呢個係佢自然嘅能力啫。咁但係呢個其實都係神所俾嘅。其實莫測特嘅時候，佢亦都其實佢係受洗過，佢係有其實佢寫好多歌咧，有啲都係講到係同基督教有關嘅。咁所以咧，其實佢即係其實佢信仰點樣樣咧，我就唔係好實際知道啦。咁佢其實係世界最偉大嘅音樂家之一嚟嘅，咁佢係有好真係非常高度嘅恩賜啊！神俾佢自然嘅恩賜，佢五歲彈琴，好似職業嘅音樂家咁樣嘅，佢彈琴去到咁嘅程度。然後六歲嘅時候咧，佢個爸爸帶去皇室嗰度咧表演俾啲皇室嘅人聽啊！即係佢嗰個彈奏嘅能力啊，同埋寫曲嘅能力係非常非常高嘅。佢聽到人一首歌。聽完佢即刻可以彈翻出嚟，並且即刻改善，並且咧佢係可以咧睇完一個歌譜一睇即刻可以彈出嚟嘅，即係呢個咧真係一個神俾佢特別特別有嘅恩賜。咁咧就莫測特咧佢爸爸同佢講句説話，呢句説話入咗佢心。佢話咧你要同嗰啲其他嘅音樂家有個距離啊，但係你要同嗰啲貴族有善。咁咧就即係你要同嗰啲貴族有錢佬，你就要同佢交往。嗰啲普通音樂家嗰啲，你就唔使同佢即係做 friend 嘅，你即係同佢咧，你就係、是、總之佢係普通人嚟嘅啫，嗰啲幫唔到你嘅。咁呢句説話入咗佢心，咁佢就點咧？佢就好想同嗰啲高層社會能夠有聯繫，於是咧佢就用好多錢啊！佢其實賺好多錢喎，佢比其他同時期嘅音樂家賺嘅錢係更多好多倍嘅，因為佢不斷有人請佢去表演啊、寫音樂啊。佢亦都即係其實有嗰啲嘅重要嘅職位嘅，咁咧但係咧，因為佢追求咧同呢啲貴族交往，同貴族交往嘅時候，你咩嘢都用錢多啦，咁嘅時候咧，佢令到佢好浪費，以致咧佢好大壓力。咁佢咧就因為佢好大壓力咧，佢就變咗有即係有啲情緒嘅問題啊，佢健康亦都下降，咁佢咧就一次突然間病咧，35歲就死咗嘅。咁咧其實可以話佢嘅恩賜能力係非常非常高嘅，神俾佢。不過可惜佢唔係好善用啊！佢唔係好善用佢嘅生命，佢唔係好保守佢嘅生命，以致佢自己係可以話浪費。咁當然啦，以音樂家嚟講咧，佢依然係成就好大，因為點解咧？
佢雖然佢命咁短啦，佢寫嘅歌係比佢更長命嘅音樂家咧係多好多嘅。佢寫曲係非常快嘅，咁但係咧依然咧係即係佢自己嘅生命，佢係好辛苦嘅，即係佢因為佢嘅壓力嘅緣故。咁我希望大家咧，即係話我哋有神，我哋可以活得輕鬆。其實就算侍奉嘅人都有啲好大壓力嘅喎，都話哎呀，我要多啲人帶多啲人，我都想帶多啲人，但我最緊要神俾個呼召，唔係淨係帶多啲人，係興起服侍嘅人。點解咧？因為我哋將來要見耶穌面噶，唔係淨係翻教堂嗰度坐完咧就咁啊翻屋企。有啲咁嘅基督徒，第一有啲最嚴重嘅可以係唔得到救恩嘅，上唔到天堂嘅，因為耶穌話。凡稱呼我主啊主啊嘅人不能都進入天國嘅，唯獨遵行我天父旨嘅人先能夠進入。同埋咧，都冇侍奉，有好多人咧，佢哋啊，我冇乜才幹，佢冇侍奉。咁嘅時候咧，佢係佢嘅生命咧係可以好浪費。我係神係呼召我興起人服侍主。咁你話我唔係傳道人，我點樣服侍主咧？嗱，好特別嘅經歷聖靈咧，你為人祈禱，佢可以即時經歷聖靈咧，係可以練習到出嚟嘅，可以練習嘅。有些人就覺得很奇怪，怎樣練習的呢？因為你多祈禱你的靈就會開放，你開放的時候人是可以即時經歷到神的作為的。這個是神給我一個很大的禮物，也都同時我們都學習處理生命，就是學習放下煩惱、生氣人，因為神不喜歡我們生氣人，神不喜歡我們記怨的。當我們記怨的時候，這個不是神的本性，因為神是想我們活出神的本性。耶穌話：學我的樣式，神的樣式不是妓怨的。所以呢，我們在神裡面呢，我們就說饒恕人、祝福人，無論他多不好是他的問題。他不好，如果我生氣他，我自己就受損害。好像如果我這樣，我生氣人，我就會 不像現在這樣輕鬆、這麼開心、這麼有能力的。但是呢，我決意放手，也都曾經我是受逼迫的。我在傳統教會我是做牧師和教神學的，但是呢，後來因為我經歷聖靈，和我在聖靈中運作，結果呢是我是要離開我的傳統的侍奉。但是呢，神有開路，我曾經有想過，我說那些人都逼迫我，將來呢他們呢要面對神的審判，我想的時候呢，我的心神就指責我，我立刻怎樣，我就改了神了，你感動他，讓他呢按照他的方式，他未必接受聖靈充滿，按照他的方式忠心，讓他有一天見到耶穌面的時候，神是歡喜他的，即是我這樣祝福他。我也都希望有一天見到他，但我不知道見不見到，不要緊，其實我都不記得他的樣子，我可能見到他都不記得。但是總之我的心都是我想祝福，這樣的時候我的心就輕省了。我很想興起大家，其實大家都見到我們經常都有見證，很多人經歷神的工作，我希望大家就說我都渴慕我們可以被神用，可以被神訓練興起。就算你本身你有你的教會但你的心你說我想被訓練，我就想訓練你，你在這裡和在你的教會去祝福，甚至在香港不同的地方，甚至去到不同的國家，我們都可以祝福人。希望大家就不要像莫扎特那樣浪費了，其實他音樂很漂亮的，很優美的，我都上網都聽一下，即是覺得很優美，是真的神給人一種可以給人很特別的恩賜能力的。首先我們想運作恩賜運作很重要，就是我們自己對神對人的心態。因為呢，如果我們的生命有問題，就算你做多少可以是白做的，因為聖經講到呢，神呢要試驗所有我們做過的事，全部在神面前試驗，被火試驗。那麼被火試驗的時候，如果是驕傲的，是生氣人的，是煩惱的，是不依靠神的，沒有行神的路，全部消曬嘅，亦都如果呢個人嘅生命好有問題，佢可以唔得到救恩嘅。咁所以咧，我哋喺神面前，我哋就謙卑，神啊，教導我處理生命，讓我全心謙卑。譬如我都曾經試過有見到一啲同一啲同工一齊啲牧教牧一齊開會嘅時候，聽到佢哋有啲分享，我覺得好好喎。但有啲分享我覺得好平凡喎。但係神即刻提我，神點提我咧？就話咧。你是誰？你的改變都是我給你的，他的改變都是我在我身上，是我身上的做工，雖然他改變不大，但依然是我的工作，你沒有權 去批評他。那我心即刻呢，我就神赦免我，並且我欣賞無論任何人所做的，只要他心是為神而做，我都鼓勵欣賞支持。
佢係軟弱嘅，我都輔助佢，幫助佢。嗱，我一齊讀，有咩經文都一齊大聲讀啊！哥林多前書四章七節，使你與人不同的是誰呢？你有什麼不是領受的呢？若是領受的，為何自夸彷彿不是領受的呢？其實邊個令到我哋唔同呢？係邊個啊？係神喎、哦！我哋有乜嘢唔係領受嘅？嗱，我哋出世嘅時候就係個身體完全衫又冇，乜都冇嘅。咁出世嘅時候咧，我哋嘅身體都係父母生嘅，而父母領受啲身體都係從神而嚟嘅。所以咧，其實我哋冇一樣嘢唔係神俾我哋。喺呢個世界上，點解有咁多？點解做工有果效呢？係因為呢個世界上人有太陽、有雨水、有種子、有泥土，所以有各樣嘅田產。所以我哋做工嘅時候有果效。就算電腦都係神咧有啊創造啲金屬啦、膠啦，同埋神俾人有聰明智慧，所以能夠做出咁多嘢出嚟。咁所以我哋其實有嘅乜嘢都係神俾嘅。咁我哋得閒咧，我都希望好似大家好似我咁，成日都諗下神真係好啦。我一得閒我就會諗喎，神真係好，我就諗咧，越諗咧越感動喎。我前幾日我喺度行喺郊野公園行嘅時候，我行嘅時候，哇！神真係好，神咧創造真係美妙，神咧真係愛我哋，神喺我身上真做好大工作。我一諗咧，忽然間好感動，神你真係好，點解你咁愛我哋？忽然間就好感動。其實我時時都會咁嘅，我一隻先一個咧，我已經神咧佢感動都嚟到，神係好真實。好真實，我希望大家成日都會活在神的愛中。咁你越係咁樣，你除咗諗耶穌咧，神嘅愛同埋喜樂同埋平安咧，就會臨到你身上啦。當一切都係神嘅，我哋就將榮耀歸俾神喎。詩篇115篇第一節，耶和華啊，榮耀不要歸於我們，不要歸於我們，要因你的慈愛和誠實歸在你的名下。其實呢個世界上一切都係神做嘅，我哋嘅生命，我哋有今日係神做嘅。其實我自己有三次可以交通意外，可以隨時三次都死得嘅。我亦都咧試過咧跌咗喺地下咧，係撞得好勁嘅。喺打網球嘅時候，一隻腳棘住另一隻腳，褪後嘅時候一棘棘住，即刻跌落地下咧。個身落先，又跟住個頭落，係即刻咧係嗰個靈魂好似湧出嚟咁嘅，好似不過就冇湧到出嚟，爭啲咁啫，冇湧到出嚟。跟住咧就去咗醫院咧。我感謝神啊，驗過曬冇嘢。不過咧，成個幾月咧，瞓落牀同埋起身咧，係好似天旋地轉嘅。咁然後後來咧就停曬啦。咁我就問一個醫生話：點解會天旋地轉？佢就話呢個平衡器咧，我哋嘅中醫有個好奇妙嘅平衡器，有三個半圓形嘅圈啊，就係要嚟量度我哋嘅身體嘅位置嘅。咁呢三個圈裏面咧有液體同埋有啲石仔喺度嘅。咁咧粒石仔咧，你喐嘅時候咧，佢就會喐。咁你知道你咩位置？咁因為嗰度有問題啊。如果大家試過有時感冒咧，嗰啲菌入咗去中醫咧，都會有呢種情況，就天旋地轉嘅。咁我啲咧就唔係好似暈一陣嗰啲軟曬咁暈，而係咧好似轉下轉下咁嘅。咁咧，但係咧神都醫治我，即係其實咁嘅跌可以死咗嘅，可以冇命嘅。但係神俾我祝福，亦都咧我試過係有兩次，一次係差唔多俾個鉸剪插到個眼。插咗呢度，另一次咧就一支有辣嘅、有刺嘅植物彈過嚟，打到我隔離。我感謝神，我隻眼係甩咗落去，我感謝神。呢個係恩典嚟嘅，我眼甩咗落去咧，俾人一拍下咧，打到骨先啦，先到眼啦。不過都係危險嘅，但係神都保守。即係我希望大家咧諗到乜嘢都係神俾嘅。呢個係你想侍奉神，你想神歡喜你，好緊要。就係個心就話神啊，我乜嘢都係你俾我，我全心感激你，我將我生命俾你，我願意受訓練。我希望我哋每一個都受訓練，我哋需要受訓練，唔係淨係聽到啊。所以我希望大家其實你可以早嚟，我哋呢度兩點半可以嚟啦。你可以啊，第一就接受服侍禱告啦，然後咧你又可以睇我哋點樣做，然後就受訓練，你將來就輔導人，又為人祈禱。我希望我哋將來個個都係咁，同埋留低會有訓練同埋有小組討論我哋所學習過嘅，等我哋可以應用出嚟。同埋我哋生存咧，有啲人就覺得我生存為咗錢啦，有啲人生存就為咗錢，即係好多人嘅生活咧都係諗住我得到乜嘢得到乜嘢。但我希望大家明白一樣嘢，就係我哋生存係為咗神嘅，神創造我哋。咁你話好多基督徒都係為神活而活噶啦，都係為自己啊。但係當我哋越係唔係為神而活咧，我哋嘅生命越係浪費。我哋越為神而活咧，我哋生命越係發揮，越係大嘅發揮嘅。我希望大家都明白。哥羅西書1:16一齊讀啊！
一概都是藉著他做的，又是為他做的，即全部都是藉著基督做的。這裡講到是基督，又是為基督而做，我們是為神而做的。譬如我們身上有的手機是為你而做的，即當然做的時候不是為了你，不過你買了之後就屬於你的，就為你的了，是不是？譬如個手機是有生命的，他說我不聽你話，你要打電話我不打，不過有些手機都是這樣的。 你用那個功能，你又不開那個功能，你又慢慢吞吞的那時候呢， 你可能你遲了又換了它，可能不要它。神呢見到我們這樣，祂又不是換了我們，神始終提升我們，興起我們，但是神是會不喜悅的。那神不喜悅怎樣？我們悔改，求耶穌幫我們，你願意給神祝福，神一定幫你的。我希望大家不覺得討神喜悅是難的，討神喜悅是容易的。為什麼呢？討神喜悅是怎樣？只要你說神，我做不到，你幫我，求你赦免我，我願意給你用，這樣就可以了，這麼簡單的。只要你的心說神，我願意給你用，我願意放下一些罪，我願意放下一些煩惱，我願意放下一些憤怒，我就給你用，神就歡喜，因為我們是為祂而做的。當你真的活出神的計劃，神就會做工。我都講過，在今年我去過南非的時候，很奇妙，是有兩個姊妹是第六和第七次未見過我，一個就是發夢，即是之前五次都是發夢見我，是不認識得我的人後來告訴我聽的，然後第七次他就祈禱見到我的，在異象裡面。那這個真的看到神很特別的認可，神是認可任何一個願意給神用的人。你聽神的話，行神的路，神就歡喜。我不是說我夠好，其實我是很多地方不夠好，神就揀選我，神改變我，我改變之後我就 聽完神的話。雖然我一樣不是完美，但是神都喜悅，我就盡力去做，有什麼我做得的我都去做。那我希望大家都是這樣的時候，你的生命就會被提升了。好了，那第二呢，就是講到呢，其實神有最高的恩賜，什麼的能力都是神可以給我們的，同埋所有事工都需要神嘅能力。嗱，有啲人以為翻工我唔使神啊，但我想話俾你聽，你有神嘅同在，你翻工更加好，你做嘢更加好。出埃及記嗰度講到咧，神咧揀選一個人啊，佢做嗰啲係會幕裏面嘅物件喎，即係啲藝術品嚟喎，即係可以話係藝術品。不過神要佢做嘅藝術品喺聖殿裏面敬拜神用嘅。但是要揀某一個人，這個人是要被聖靈充滿，由神教他怎樣做的。我一起讀一下，看啊，猶大支派中胡爾的孫子烏利的兒子比撒列，我已經提他名召他，我也以我的靈充滿了他，使他有智慧有聰明有知識，能做各樣的工，能想出巧工，用金銀銅製造國物，又能刻寶石，可以雙合，能挑刻木頭，能做各樣的工。神揀選這個人比撒列，並且神是怎樣提他名召他，提名召他。那你說提他的名都不會提到我的了，但我們每一個得救都是神已經揀選我們，你的名字在心靈冊上，只要你聽他的話，你就行出神的計劃。其實個個都神有個計劃的，神有個美好計劃，你跟從他就行了這個計劃。在羅馬書12章1到2節講到，這個計劃不是自動入的，是將身體獻上當作活祭，不要效法這個世界，心意更新而變化，才能夠察驗這個計劃，才能夠進入這個計劃。但是很多人，很多基督徒是隨意的，其實基督徒很多是隨意，總之有什麼到時發生什麼呢，沒有刻意去發揮生命。但如果你刻意的時候，神就可以用你的，神在我們生命中有很奇妙的計劃的。好了，這裡講到神給他什麼能力呢？這裡講到就是神的靈要充滿他，叫他有智慧有聰明有知識。智慧聰明，智慧就能夠在適當的時候做適合的事，聰明就是有這種的、思想的敏銳，知識就是他懂得各樣的、譬如金銀寶石的質素怎樣做法，這個知識能夠做各樣工，並且能夠第四節，其實我們個個都需要能夠想出巧工，想出怎樣做法，怎樣做得更加漂亮。即是說比撒列都是神給他的聰明智慧，其實我們個個人都需要的。在我自己彈琴彈吉他，我都是神教我的，雖然我有跟人學，我有練，但是當我練到上下，神就開始教我怎樣能夠彈得更好。講道都是怎樣能夠放一些
點樣能夠更多生命、更多能力？神真係興起我，咁我都好想興起大家。只要你願意，我係好樂意訓練大家去侍奉神嘅。我希望大家咧係真係恆心被提升。其實我以前喺神學院教，咁我但係嗰陣時教咧主要係教學術性嘅，但係而家我教係教同神嘅關係同埋各樣侍奉嘅竅門啊，點樣去做法？可能噶想出考功啊，用各樣金銀寶石啊呢啲嘢做雙嵌啊，挑刻木頭啊。咁我哋其實做每一樣嘢，你翻工點樣翻得更加好咧？你做工做得更加好，即係老闆會賞識你，哇！將你提升，並且信任你，並且你會做工嘅時候會諗出一啲新嘅主意。我自己發覺好多次，我諗信息嘅時候，神就俾我好多主意。其實我每個禮拜都有兩個信息嘅，呢個 regular 嘅，即係普通嘅，仲有不同嘅幫助人，仲有好多嘢要做。但係咧，神都俾我好快嘅速度去做。咁呢個就係神可以賜俾人聰明智慧。大家想唔想聰明智慧啊？從神而嚟嘅。好啦，聖經裡面咧亦都講到聖靈咧，好多講到超自然嘅恩賜咧，都係神俾嘅。亦都神咧亦都俾一啲啊，即其實所有恩賜都係超自然嘅。不過咧，因為神蹟啊、醫治啊，有啲人就話呢啲係即係比較超自然咧，咁我就形容啲比較超自然。有其他行政啊、管理啊嗰啲就啊，即係話佢啊普通嘅即係。我也不知道用個咩名詞啦，總之未係咁超自然嘅，但係都係其實超自然，因為都係神賜俾佢嘅。咁我哋一路睇一睇就係聖靈賜嘅一啲嘅比較超自然嘅恩賜，一齊讀啊！哥林多前書十二章七節，聖靈顯在個人身上是叫人得益處，這人蒙聖靈賜他智慧的言語，那人也蒙這位聖靈賜他知識的言語，又有一人蒙這位聖靈賜他信心，又還有一人蒙這位聖靈賜他醫病的恩賜。又叫一人能行異能，又叫一人能作先知，又叫一人能辨別諸靈，又叫一人能說方言，又叫一人能翻方言。咁呢度講到咧，聖靈顯在個人身上係叫人得益處喎，係我哋得益處，因為其實侍奉係益處嚟㗎。我哋幫一個人，正因為一杯涼水都不能比得上次，何況你去幫人更大嘅提升，係我哋自己得益處，人哋得益處。當我哋幫到人咧，神好喜悦，就自然提升你嘅生命噶。咁咧，神呢度講到不同嘅恩賜啦，包括智慧嘅言語啦。咁智慧言語就係咩咧？喺適合嘅時候講適合嘅説話，點樣教導、點樣輔導人、點樣幫助人，能夠講智慧嘅説話。知識嘅言語可以係講到點樣能夠有聖經嘅知識啦，有神各樣嘅知識，亦都可以咧。有好多人認為呢個包括埋咧，就係話佢知道某啲係普通人不知道的事，譬如話有些人為人祈禱的時候，他會知道他有些家庭的問題，有些情緒的問題，有些他生命裡面的問題，但他會知道的。那這個就是其中一個恩賜，可以是知識的言語。另外就是信心。那有些人信耶穌就有信心，但是信心其實是有層次的，即是當你相信你為人禱告，神真的會做工，神真的會更新這個人、改變這個人，那這個是神給你的信心。這個信心呢，你越相信呢，神蹟越大嘅，神嘅工作越大嘅。喺我自己為人禱告，我成日都深信神愛緊嗰個人，神祝福緊嗰個人，神好想提升佢嘅信心咧。醫病嘅恩賜，嗱，我想講清楚就係有人有醫病嘅恩賜，不過聖經話咗個個都可以有醫病嘅，因為聖經話信嘅人必有神蹟隨著佢哋，就係奉我名趕鬼，同埋咧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咁我自己有時見到啲醫治，我都好驚訝。曾經有癌症嘅，佢祈禱佢就覺得有啲黑嘅走出嚟。跟住佢話痛咗成個幾月，佢有乳癌嘅，醫生驗過有乳癌，但係跟住有黑色嘅走出嚟，跟住佢就鬆曬，佢就充滿喜樂。充滿喜樂之後咧，跟住咧，我問佢有咩經歷，佢就覺得好喜樂啦。跟住佢就話嗰個癌症痛嘅地方已經唔痛啦，翻去醫生驗嘅時候，癌症已經走咗。咁亦都有不同嘅人，有失眠嘅啦，有好嚴重嘅十幾年嘅啦，有幾年嘅啦，有不同嘅病啦，關節好痛啦，有半身不遂嘅。佢喐得好少嘅，但係咧祈禱之後喐得好多啦。其實咧好多不同嘅身體神嘅醫治好奇妙嘅，有眼蒙啦。嗰個人咧，我曾經宣教嘅時候為佢祈禱，過一年之後我又再去喎。佢特登去嗰度，佢話俾我聽，佢話牧師，一年之前你嚟過呢度，你為我祈禱嗰陣時我眼蒙，但係你祈禱之後咧我眼就清啦。我話到今日都清，佢就特登翻嚟話俾我聽啦。咁即係神咧真係可以使用我哋。可以使用你們，我希望大家都有信心。你相不相信你可以有神蹟醫治啊？你可以的，但是這個需要處理生命，需要我們
親近神，需要放低啲重擔煩惱，然後你多親近神，你就能夠有、啊、其實個個都可以嘅，信嘅人都有神蹟可以隨著你，隨著你嘅。你多啲同我一齊為人祈禱咧，你慢慢你就見到有醫病嘅。咁同埋咧，就叫一人咧能夠行異能，即係各樣嘅神蹟啊！耶穌所行嘅異能，譬如有一日我哋被逼迫，可能行水面都未定嘅喎，可能咧冇嘢食，得一塊餅乾。或者一條魚，或者啲咁嘅食物，你就將佢擘開，跟住有喂飽五千人都未定喎。即係神可以叫我哋行異能嘅。咁呢個係到時咧，神會指教我哋，因為聖經話咗，到受逼迫嘅時候，你唔使諗講乜嘢，神自然會話俾你聽嘅。同埋有人亦都能夠做先知啦，就係話領受神嘅信息。咁呢樣嘢咧，我哋要小心，就唔好隨意一收到，即係話，哎呀，呢個係神講嘅。即係我哋要一定要好多驗證，一步一步驗證。而家最好咧，使用方法。譬如你感受呢個人有家庭問題，你就唔好話神話俾我聽你有家庭問題，而係話咧啊，如果我哋有家庭問題，耶穌都幫我哋嘅喎，神都關心我哋嘅喎，好想醫治我哋家庭嘅喎。咁你咁樣講嘅時候咧，讓佢自己講出嚟，或者祈禱嗰時，神都安慰我哋嘅家庭。如果我哋家庭有咩問題，神都醫治我哋，讓我哋更加平安輕省，家庭更加蒙福咁樣。咁呢個咧就係即係先知嘅恩賜啦，同埋辨別諸靈喎。辨別諸靈呢，一方面呢，就是有些人呢，他會去到的地方呢，他會感覺到邪靈的。那、啊、有些人就說，哇，那不是那麼好咯。但呢，其實這個是可以好的。他如果有聖靈的充滿，他保持自己呢，常在聖靈充滿呢，他有邪靈他不用害怕，但他感覺到。那感覺到有什麼好處呢？那我有識到有些這樣的人呢，我就跟他說，啊，你處理生命，活在聖靈充滿狀態，然後你試一下走過一些廟，感覺一下有沒有東西。如果你感覺到呢，你可能有辨別諸靈的恩賜，然後你跟著你為人祈禱，你發覺他身上有些東西，你感覺到可能這個就是邪靈了。我試過兩次，一次呢就在即兩次很清晰的，一次是青山精神病院探一個病人的時候，我一進去我就覺得嘣，好像有縫牆，隱形的牆。而入到去發覺呢，兩個人呢都是很多邪靈的彰顯的。所以情緒病、精神病可以引致邪靈，邪靈又可以引致精神病。咁然後咧，另外一次咧就係我為一個人祈禱，我一同佢祈禱咧，即刻又有衝上嚟嘅喎。咁呢個人咧就其實佢有翻教堂嘅，不過到底佢同神關係點樣我唔知道。其實佢講嘅説話好負面嘅，但係佢一我一祈禱，哇，有一種好似唔係咁好嘅衝上嚟嘅。咁 我自己就唔驚嘅，不過咧，即係呢個都可以係敏感到呢個可能係邪靈嘅勢力。不過唔緊要，我哋有神咧，係咩都能夠即係啊咩都能夠勝過嘅。咁如果我哋越係有神嘅同在，越有神同我哋一齊，咁咧咁嘅時候，我哋留意到聖靈啦。譬如我試過有啲人，我同佢行，同佢一齊握手啦，我一行埋我就感覺到呢個人好有聖靈嘅同在。咁呢個都係辨別聖靈啦。所以希望大家都在这方面慢慢一步步进步。还有说方言，就是能够受圣灵感动。有些人对于方言就不太接受的。但是我想说，我自己讲方言的时候，我第一次讲方言的时候是没有完全是没有刻意的。就是有个牧师在祈祷，忽然间我的口就震了。还有我第一个太太，她已经识路归主的。她就很抗拒方言的，还有很抗拒人笑，在圣灵里面笑。同埋喺正靈裏面跌倒，佢全部都抗拒嘅。但係點樣知神叫佢乜都經歷，同埋佢話啲人點解喊得咁緊要，佢自己有經歷。佢自己試過有牧師同我哋祈禱時，佢就喊喊到不得了，感動到不得了。跟住咧，佢咧就後來咧就又起經歷喜樂。有一個牧師用個手指尖掂一掂佢，跟住佢充滿喜樂，笑咗好耐。佢又唔接受方言，但係有一次喺我哋祈禱會嘅時候。他祈祷一祷，跟住他坐低，跟住他冇几耐，他开始讲方言，一路好大声咁讲添。他后来都有陆续有讲方言嘅，即系神咧可以将，即系所以我会话俾人听，你唔好模仿方言，你就喺圣灵充满之下一路亲近神。如果神叫你讲出一啲你都唔明白嘅语言，唔紧要，呢个系灵嘅祷告，你就一路去用灵嘅祷告。咁有啲人就翻方言喎。即係佢會在方言感受到你所講的説話，呢啲都是神俾嘅恩賜嚟嘅。好啦，咁而聖靈都俾一啲唔係咁超自然的恩賜啦。十一節十二章，哥林多前書十二章十一節，講翻呢啲恩賜一起讀啊。
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随己意分给各人的。嗱，呢个就系神随己意。咁有啲人话神随己意，咁唔轮到我啦，即系第二个有啦咁。但系即系先我都讲咗，就系神咧系个个都会俾呢个权柄。信嘅人必有神迹，除咗佢哋，就系奉我名赶鬼同埋手按病人就必好了。就系个个信耶稣嘅人都有呢个权柄医病赶鬼嘅。不过有啲人有特别嘅权柄，即系因为特别嘅恩赐。佢係特別有恩賜，佢祈禱咧會有好多人得醫治嘅，呢個係恩賜。咁咧呢個你唔緊要嘅，你話就算你冇呢個恩賜，你有呢個權柄，你一樣可以為病人禱告，同埋有任何需要嘅時候可以為人趕鬼啊，或者祈禱經歷聖靈啊咁。咁然後咧講到呢啲比較唔係咁超自然嘅恩賜，一齊讀啦。喺28節，神在教會所設立的，第一是使徒，第二是先知，第三是教師，其次是行異能的。再次是得恩赐医病的，帮助人的，治理事的，说方言的。嗱，呢度讲到咧就系有使徒啦，有先知啦，教师啦。咁你呢都系喺教会里面嘅领袖啦。然后咧行异能喎，各样嘅异能，同埋咧就系医病啦，得到恩赐医病嘅，同埋咧系帮助人嘅。嗱，呢个帮助人即系可以辅助人啦，同埋咧治理事咯，呢个行政方面嘅。即係有個幫助人可以探訪啦，可以跟進人啦，然後咧行政啦，咁然後咧就係説方言嘅，即係話咧神都俾各樣嘅恩賜。其實我哋任何一樣嘢，就算教仔女都要恩賜喎。點樣教得更加好咧？點樣勸導人更加好咧？點樣處理自己生命更加好咧？呢個都係需要恩賜嘅。咁你話咁我冇恩賜，我唔做啦咁。其實恩賜咧一部分係神俾恩賜，但係另一部分係學習嘅。譬如我自己彈琴，我用咗好多時間練習。我曾經有時咧，喺以前我侍奉咧比較輕鬆咧，但其實我一個禮拜有13場聚會。咁點解我輕鬆呢？因為我全部做青少年工作。咁咧我就講嘅信息都係比較簡單嘅，即係我會好多輔導教導聖經啊咁樣。咁我就喺聚會與聚會之間咧，即係我就有好多空檔嘅時間啦。咁我有時咧彈琴彈6-7個鐘頭。一路練到一手指好像會飛咁嘅，好輕散，好輕散嘅。咁呢個咧真係神嘅同在咧，係帶嚟好大嘅祝福嘅。咁呢個都係付出好多嘅時間，所以我希望大家都明白，你想俾神，一定要付出時間。譬如我聖經，我都係用好多時間思想去背、去明白、去體會神嘅恩典。為人禱告，我都係操練好多嘅。我曾經有一年多咧，係每日有幾個鐘頭嘅祈禱會，就我就操練各樣嘅。祈禱方式點樣祈禱方式，人更加容易經歷聖靈嘅，係用好長嘅時間。咁呢個都係操練嘅，需要操練嘅。好啦，咁然後我哋侍奉都要用不同嘅恩嘅心態喎，即係話唔係就係我有恩賜咁就做就得啦，即係千祈唔好覺得我有呢個能力我就可以做就得啦。其實我哋成日記實呢個都係神做嘅。每一次祈禱我其實我心態嘅改變啊，由我起初。經歷聖靈的時候咧，為人祈禱，佢有經歷，我好興奮嗱。當然，我而家都好興奮噶，好開心噶，好感謝主啊！神喺你身上做工，我好感謝神噶。咁啊，但係嗰陣時咧，就覺得好勁啊，好好啊，哇，好有能力咁，即係嗰種嘅心態。咁咧，神就提我，唔好覺得自己好叻，係我做嘢都唔係你做嘢，你坐喺度祈禱噶，係神做嘢。咁我而家都係好興奮，但係我多謝神咁樣做工，多謝神咁樣祝福人。個心咧就完全就唔好話我叻，一有呢個意念，即係神啊，係你叻，係你係嘅你嘅能力，感謝主，即係個心態完全係榮耀神嘅。嗱呢度講到咧就係話各樣侍奉恩賜嘅時候點樣運作，一齊讀啊，可能啊羅馬書12:6，按我們所得的恩賜各有不同，或説預言就當照著信心的程度説預言，或作執事就當專一執事，或作教導的就當專一教導。或作勸化的就當專一勸化，施捨的就當誠實，治理的就當殷勤，憐憫人的就當甘心。嗱，呢度都講到不同嘅心態。佢話講預言嘅咧，你就照信心嘅程度，神感動你咁樣講嘅，按照你嘅信心嘅程度講預言。作執事咧，嗱呢度好幾個都係專心喎，你就專心做好。你做咩行政嘅工作，你就專心做好。你教導嘅，你就專心做好。嗱，當然專心唔係唯一嘅。要留意嘅教導亦都學習自己俾神改變，然後我哋先去教導，亦都能夠用人明白嘅説話，人聽上嚟咧容易明白，容易吸收。
有興趣的，咁樣呢個都係教導要學習的。聲音都要學習喎。其實聲音咧，神係教我使用我。其實我學唱歌咧，我跟過幾個老師嘅，我跟過四個老師，三個老師係要俾學費嘅，一個咧係義務幫我嘅，並且我練好多。我以前揸車咧，我一路播一個一個錄音帶咧，就係老師教唱歌嗰時咧，我就錄咗嘅。錄咗嗰時一路揸車，我哈利路亞，我即係點樣學習？點樣學習共鳴嘅聲音啊？如果你想學習咧，我可以幫助你嘅。咁我講説話嘅時候，你發覺都係個聲音響喎，就係呢個共鳴嘅聲音啦。就係呢個咧，都要即係我哋點樣去學習，點樣去進步啊？去專心，同埋點樣教導人更加容易嘅。咁其實我四個老師係最後一個教到我點樣樣有共鳴嘅聲音，其他三個都有講，不過講唔到，我硬係做唔到。但係第四個就講到，並且我知道幾時我做到，幾時做唔到。佢一路話俾我聽，你幾時做到，幾時做唔到，佢一路話俾我聽。咁咧就真係學到啦。咁呢個就係佢有呢個教導嘅恩賜。好啦，然後咧就勸化，即係勸導人嘅，就專心去勸導人。施捨嘅就當誠實，就唔好喺中間呃錢。喺施捨嘅時候，完全祝福人嘅。治理嘅要殷勤去做，憐憫人嘅甘心去做。即係話做咩，我哋都係出於一種愛心、忠心去做。咁而好緊要，我哋先所講嘅就係人人都有權柄行神蹟嘅。雖然恩賜不同，有啲人我冇恩賜，我唔做啦，唔使嘅，唔使咁諗。個個都有恩賜，個個都有某程度恩賜。不過有啲大恩賜，有啲小恩賜嘅啫。你有啲小恩賜，有啲大恩賜，但你用嘅時候一定有嘅。馬可福音16:17，信的人必有神蹟隨著他們，就是奉我的名趕鬼、說新方言，然後咧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咁咧，我哋睇得到咧，就係其實我哋個個都可以有權柄奉耶穌名趕鬼嘅。咁我希望大家咧，你有機會趕鬼嘅時候咧，你就會有信心，你嘅信心就會加增，你就會睇到神好真實啦。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神咧真係會使用你醫治病人。我第一次祈禱有人醫治嘅時候，我都冇求醫治過，就係為一班人祈禱，祈禱跟住有個婆跳起身，哇！腰骨痛好翻，仲喺度扭，整我跳起身，哇！我膊頭痛好翻。俾我忽然間喚醒我，今日仍然有神蹟嘅，因為以前我覺得冇嘅，但原來當日神話俾我聽係有嘅。咁其實我未曾經歷聖靈充滿之前已經有神蹟喎，係我後來先話俾我聽。有兩個情況，一個情況就係有個人有腫瘤，咁我去祈咗禱咧，後來我就離開咗香港噶啦。翻返嚟嗰日，有個人話俾我聽，佢話你知唔知嗰日你探嗰人佢有腫瘤，醫生話佢唔得噶啦。點不知你祈咗禱咧，佢個腫瘤縮咗。跟住活多幾個月，咁呢個係其中一個啦。另外一個咧就係以前我喺全港教會同佢施洗，並且嗰陣時又唔係浸禮添嘅，係灑水禮。其中有一個姊妹話翻俾我聽，佢話當時你為我灑水禮嘅時候，佢話佢覺得有能力由頭到腳湧落嚟。咁你嗰陣時我未經歷聖靈充滿，即係神都可以使用嘅。所以唔好話我有冇恩賜，個個都可以用嘅。好啦，有啲人唔用恩賜嘅藉口啊，嗱呢啲交叉有增加咧，即係唔好有呢啲心態。有啲人我冇恩賜又做唔到，嗱呢個唔好藉口，冇恩賜都可以做得到嘅。我不及人，人哋叻過我，不如等人做曬咯。咁人哋做曬，咁你見耶穌面嗰時，咁你話啊神話有咩交啊你獻俾我啊人哋做曬啦咁。耶穌話問你，你又做乜嘢喎？我哋每一個都要交帳嘅。好啦，我使用恩賜冇果效，人哋有啊，我冇啊。呢個係在於神嘅，你肯有心去做，神一定容你嘅。佢話我太多個人問題，有個人問題咪放心去處理咯。有啲咩煩惱人嘅問題就處理咯，即係唔好繼續俾佢影響啦。冇一個人值得因為佢而失去神嘅喜樂，失去神喺我生命嘅計劃，失去我嘅愛心同埋喜樂，係每一個人無論佢幾大嘅問題都好，係佢嘅問題。同埋有啲人話後生仔做啦，第二個做啦咁，其實我哋每一個都要交帳嘅。好啦，咁同埋咧就恩賜運作係目的係大使命啊！我哋一齊讀一讀啊，讓人知道神很真實，讓人知道神憐憫和醫治人，叫人更易信主和愛主，叫人帶著能力侍奉神，幫助更多人進入侍奉，復興基督徒和教會和地區。嗱呢度講到咧恩賜嘅目的，俾人知道神好真，因為祈禱咧真係經歷到神，
哇，真係好平安，好輕省喎，好舒服喎，個病即刻走咗喎，哇，神咁真，好多人就容易信耶穌啦。同埋知道我哋嘅神係憐憫嘅，佢係憐憫人嘅，係好好嘅，佢醫治人嘅，安慰人嘅，叫人鍾意神啦，咁就更加容易信主啦。然後咧，佢信主咧，同埋愛耶穌咯，同埋咧帶住能力侍奉神啦。咁咧就更多人侍奉神啦。然後咧就復興基督徒同埋教會同埋地區。呢個咧就係恩賜嘅運作嘅目的。喺神嘅強烈同在就帶嚟恩賜嘅運作。嗱，有啲人就話：，唉，我冇乜即係好似祈禱冇乜大果效喎。咁我想講咧，喺神嘅強烈同在，神就自然做工嘅。咁我想講講。呢幾四幅圖啦，應該仲有其他嘅例子嘅。譬如我彈琴，我發覺我有一次咧，曾經我就係為預備一個人咧，為佢彈琴，為佢聚會彈琴。咁我彈嘅時候，我就神啊俾我自由輕省。咁我彈嘅時候，越彈就越放鬆，越彈越投入。咁我就神就俾我意念，點解以後彈琴可唔可以咁樣樣咧？咁咧就喺呢個神嘅強烈同在咧，神就提升我。嗰一次忽然間我就之後彈琴就有進步啦。咁其實之後都有不同嘅次數嘅。同埋領敬拜都係喎，好投入耶穌就喺度多謝耶穌，感謝天父，多謝耶穌，全心咁愛耶穌咧，我就發覺喺不同嘅聚會都有人話俾我聽，有啲人就話我見到耶穌，見到天使喺度啊，或者有啲人咧就話咧喺祈禱嘅時候，喺敬拜嘅時候咧，佢就得醫治得安慰啦，咁即係神咧好真實工作。咁亦都咧有啲人咧，譬如左手邊嗰個姊妹咧，佢係好憂傷。在那個影片那裡他是叫到那種淒厲的很淒厲的呼喊，但是當我後來跟他祈禱的時候，你看到這裡他開始喜樂的，我求神的喜樂臨在身上，即是神的同在帶來很大的喜樂。那這個另一個呢，就是他是喊得很淒涼的，但是後來都一樣得釋放。在那一次聚會個個都喊得很淒涼，個個都釋放，即是整班個個都經歷，是這班人都是很開放進入神的同在。如果我們想真的有神的強烈同在，就是學習靈和魂的禱告，整個心靈用心靈誠實敬拜。而我們的魂包括什麼？一起讀一下，思想、意志、感情。那什麼意思呢？就是說思想完全認同聖經，然後呢決意完全順從神。第三，與神建立強烈的感情。怎樣進入靈的祈禱？怎樣祈禱立刻有能力呢？就是第一，整個思想話神是最好的，然後我決心跟曬神，我定義呢個意志啦，跟住咧同神有密切的關係。嗱，我一諗到神，我中意；我一諗到神，啊，耶穌你真係好，啊，每一次你都嚟祝福，每一次你的平安就嚟到，我係好中意神嘅，即係同神有好深的感情嘅。我希望大家都是咁樣。咁然後靈嘅禱告啦，詩篇103篇第一節。我的心啊，你要稱頌耶和華，凡在我裏面的也要稱頌他的聖靈，就是凡在我裏面，整個靈魂啊，凡在我裏面就是什麼？整個靈魂。所以祈禱的時候，不要只說耶穌啊，我愛你，而是個心湧出來好愛耶穌。我用個例子形容這種心靈的祈禱，好像什麼呢？假設你在年輕的時候，你未有婚姻的時候，那你就見到個異性很愛你的，你又覺得他很好的，即是應該這樣說，那個異性你很喜歡，忽然間你發現原來這個異性都很喜歡你的，那你見到他呢，哇，每次他見到親你他都很開心，又跟你聊天，又跟你一起，總之很開心的，一見到他呢，他一見到你就笑了，那你會做什麼他都很開心的。那你見到這個人，你的心會說我很喜歡他啊，那你會這樣，你不是的，砰一聲你就哇就很喜歡他了，你見到他哇即刻心花怒放，整個心湧出來很喜歡他的。或者你很喜歡吃的雪糕，或者一些什麼芒果，哇，有人弄了雪糕芒果放在那裡，哇，你一看到哇立刻不用說我很喜歡，你不用一個字說，你是個心湧出來的。同樣靈的祈禱就是這樣，心湧出來，哇，在個心靈湧出來，當你做這件事一湧出來，即時感受到能力的。我每一次都感受到神的喜樂平安的，是整個心靈喜悅神和湧向神，這個就是這個秘訣。但是呢，雖然是很簡單，但是呢你發覺做起上來是需要時間去操練。而這個親近神的祈禱就是有幾方面，我一起讀一讀。
首先是恩典的祷告，一起读啊，宣告神的爱，神陪着我，神在祝福我，神接纳我，就是神对我做的。跟住第二就是敬拜的祷告，一起读啊，感谢、敬拜、爱慕、喜悦、紧靠和需要神。多谢你啊，神真的好啦，我需要你啊，我紧靠住你，我掹住你啊，咁样。又互动的祈祷，一起读啊，一起一边祷告一边信神喜悦我们祷告，神就祝福。即系边祈祷就话神爱紧我，神中意紧我，神祝福紧我，时时都咁。嗱，前几日有个人问我，佢话我点知道神系喜悦我？我神喜悦好简单，你知道你嘅心啊，神啊，我睇中你，我需要你，我求你赦免我啦，你帮我啦，神就喜悦噶咯。神喜悦同人唔同嘅，你有冇发觉？你讨人喜悦嘅时候，你好想某个人喜悦你，佢系老板啦，或者系朋友啦，或者系家人啦。你做一啲嘢好，佢就话你第二啲嘢未好噶咯。你做一啲好，佢就话仲唔够好啊，仲要进步啊。但系神咧，圣经讲到一杯凉水，神都欢喜嘅。咁所以咧，你做啲咩？你一悔改，神就欢喜噶。咁我就话俾你听，你总之你嘅心向住神咧，耶稣我需要你，神就欢喜噶。耶稣我爱你，神就欢喜噶。神你帮我更爱你咧，神就欢喜噶。所以咧系好容易嘅。咁呢个互动嘅祷告亦都系咁，每次祈祷你啊，多谢耶稣。咁你即刻个心啦，神咧而家好开心啊，笑到见颜见颜。咁你话你讲啫，边有咁样噶？但系圣经话咗，我哋亲近佢，佢就亲近我哋噶。神喜悦我哋喎，有人专心爱佢，佢就将我哋提升放在高处。神系好中意我哋嘅喎，咁所以你一祈一祷，神咧而家好欢喜啦，多谢耶稣真心去做，真心嘅欢喜神。嗱，我真系好欢喜神嘅，我希望大家都系欢喜神。你一欢喜神咧，神真系一定好欢喜嘅。咁呢个就系互动嘅祷告，其实即系呢，基本上呢两个，不过我将佢拆出嚟，一路祈祷嗰时，一路耶稣爱紧我。嗱，呢个互恩典祈祷，耶稣爱紧我，耶稣祝福紧我。又我又多謝耶穌，我又知道我一咁一祈禱咧，神就歡喜啦。嗱，呢一個咧就係聖靈充滿嘅鎖匙。當你咁祈禱咧，神嘅同在就會加強，神嘅同在會加帶嚟咩工作？一齊讀啊！身體心靈醫治，釋放重擔壓抑，趕逐邪靈，指示和啟示知識的言語、音樂、靈舞、靈敬拜、憐憫人、感受人痛苦痕跡。即係呢啲係啲例子嘅，神會做咩工作咧？心靈心身體心靈嘅醫治，神就會做一啲醫治。其實有啲人我都唔知佢有咩心靈重擔，但係神就醫治佢，神就安慰佢，或者佢身體嘅毛病，由佢啲重擔就跟住鬆曬咯，啲邪靈又趕出嚟咯，神又會指示嘅。嗱，譬如我自己就收到好多神教叫我點樣教導嘅信息啦，神指示我，咁或者係知識嘅言語感受到人嘅需要，同埋音樂啦。靈舞啦、靈敬拜啦，都係神咧會幫助我哋嘅，同埋亦都咧會憐憫人啦，即係憐憫嗰啲有需要嘅人，有感受人嘅痛苦同埋行政，即係各方面咧，神都會叫我哋做得更加好嘅。好啦，咁我哋點樣尋求、尋找同埋建立恩賜咧？一齊讀啊！發掘自己自然能做和想做的，嗱呢個好基礎嘅。每一個人神都有俾你特別嘅特色嘅，有啲人特別中意音樂，有啲人中意文字。有些人喜歡跟人聊天，有些人喜歡輕鬆，輕鬆也有用的，你不要以為輕鬆沒用，輕鬆你幫人輕鬆的，你可以，總之你哪一樣是你自己的傾向，那樣東西你那裡發揮。然後第二，在神強烈的同在試使用已有的恩賜，在神強烈的同在你試用。第三，一起讀，接受訓練和操練使用，一定要訓練和操練的。第四，評估自己做得怎樣。第五，嘗試進步和試用其他恩賜，就是首先你由基礎的做起，最簡單的。咁我覺得最簡單點啊？你聽下我哋點樣輔導人，睇住我哋點為人祈禱，你就睇住我哋一齊。當你睇得多咧，然後你由主你生命，你就開始為人幫助人啦。咁你開始幫助人嘅時候咧，由你放膽，由學習啦，又跟住你放膽去做，然後就提升啦。提升嘅時候唔係提升自己要叻過人。而是提升自己放下重擔，同埋點樣進入更強烈嘅神嘅同在。譬如我而家祈禱同以前有樣唔同嘅，我同人祈禱，首先咧我自己個靈好似飛去神嗰度先嘅，即刻湧向神。當我為佢祈禱嘅時候咧，我心湧向神，然後我先按手嘅。咁我就睇住嗰個人經歷聖靈，其實嗰個時間係好快。通常有啲一掂即刻佢已經經歷嘅，咁呢個係我哋可以操練學習。當咁嘅時候咧，就會進步啦，就會發覺啊，好快脆有邪靈彰顯喎，好快脆釋放啦，好快脆得醫治喎。
嗱，呢個就係進級啦。我今日所講嘅進級啊，即係進入一個更高層次，就係你學習能夠同神有呢種密切嘅關係，隨時進入神嘅同在，隨時為人禱告嘅時候，神嘅能力活出嚟。嗱，呢度左右兩分開兩邊啦，一邊係隨意，好多基督徒係隨意嘅，到時算啦，到時點就點啦咁。當隨意嘅時候咧，而家細細個已經玩手機啦，好玩啊嘛，又簡單啊嘛。咁然後咧，恩賜就埋藏啦。但右邊咧係刻意管理生命同埋恩賜，係需要刻意。我需要刻意問神，我點樣發揮更多？我同埋我訓練我哋中間嘅人，我哋中間有啲人咧，我哋訓練緊佢講信息嘅喎。其實你想做乜嘢，我哋都訓練你嘅。講信息咧，為人祈禱啦、輔導啦、領敬拜啦、領祈禱啦，我都樣都想興嘅你哋。你回應我，你話俾我聽，因為我冇咁多時間去跟進每一個人。你話俾我聽，你話牧師啊，我想學乜嘢，我想練乜嘢，你話俾我聽，我就會俾機會你嘅。咁咧，然後咧就咁刻意咩？第一就同神嘅關係密切，然後咧喺各樣嘅恩賜上可以運用啦。好啦，乜嘢恩賜咧？嚟一齊讀一讀啊！輔導同埋為人禱告，傳福音同埋建立靈命，跟進人，帶領禱告。領敬拜和樂器，個人分享和分享信息，趕鬼醫病，聖靈運作，先知的恩賜，行政計劃，每一個人不同，不過這裡不是全部的恩賜，那你看看哪樣東西你是比較有興趣的，那你可以用 WhatsApp 告訴我，因為多數人都有我 WhatsApp 的，如果你沒有你可以寫下，或者我們外面都有一些傳單你去拿的。咁你可以加咗我嘅，遲啲你可以問我，可以加咗我嘅手機，加咗我 WhatsApp 傳俾我哋啊！我呢方面有興趣，有呢個心嘅，咁呢樣嘢可能就係你嘅自然恩賜嚟嘅。第一就係輔導人和為人祈禱，呢個我哋次次都有做，禮拜日同禮拜一都有嘅。嗱，咁我提一提大家，聽日禮拜一就喺呢度舉行，就唔係喺觀塘舉行，平時喺觀塘嘅。咁你每次嚟咧，呢度兩點半嚟咧，你可以參與一齊睇我哋點樣輔導人，點樣為人祈禱。我希望個個都學習，個個都可以練習到出嚟嘅。希望大家體重，其實呢樣嘢唔難嘅，你跟下就跟到噶啦。同埋咧就傳福音同埋建立靈命跟進人，我哋盡量喺星期日上週正午嘅時候12:30到咧，我哋就會去出去。今日我哋去旺角，我下禮拜都應該去旺角嘅。當我可以嘅時候，或者有啲時候我唔得嘅，我諗一諗先啊，應該得嘅呢個禮拜應該得嘅。咁咧就我會報告嘅。如果你想參加咧，你就要加入我哋群組。你話俾我聽，我哋加入群組就會報告俾你聽嘅。咁咧就有傳福音啦，跟進人嘅靈命，即係幫佢靈命啦，又帶領禱告啦，令敬拜彈樂器啦，係需要練習，但係呢個係需要嘅。同埋個人分享啦，分享信息啦，醫病趕鬼，聖靈嘅運作同埋先知嘅恩賜，行政計劃，其實每一樣都係重要嘅。咁咧就OK 好，睇啲先嚇。咁我呢度咧就講一講點樣進入高層次嘅分享、領敬拜或者係奏音樂嚇，即係點樣去進步？我講到高層次嘛。當我哋去領敬拜或者奏音樂嘅時候，點樣高層次？一齊讀一讀嚇，最左邊嗰行，一邊愛慕享受神，讓神感動；第二，不計較去釋放自己，自由去做；第三。有突破就留意如何持續有突破，常愛神而被聖靈充滿，神就帶領如何更有更大的突破。咁咩意思咧？第一就係做咩事奉都一路愛慕神、享受神，讓神感動我點樣做，即係做咩都係喺神嘅同在。呢個就係個鎖匙啊！點樣經歷聖靈更多咧？就係我哋時時去一路愛住神，一路感激神，然後跟住咧就係。不計較去釋放自己自由去做，即係意思咩咧？去講信息，帶住一種興奮，哈利路亞，耶穌真係好嘅，我哋個個都可以被神提升嘅，即係一種自由嘅輕散嘅方式。或者領敬拜嘅時候，主耶穌好愛你啊，多謝耶穌咁愛我哋。嗱，好多人就覺得好難嘅，但係其實我哋可以好自由咁咯。同埋咧，有突破嘅時候就留意點解突破，點樣突破，點樣持續有突破。然後咧，時時愛神就被聖靈充滿啦，就咁嘅時候咧，就會有更大嘅能力做得更好啦。咁咧，神咧帶領我哋進入一個更高層次嘅突破，就係話咧，當你為人祈禱，你點樣衝破，更進入神強烈嘅同在，
然後在那個時候有什麼經歷，然後怎樣再進步，這個就是我們每一個都要學習的。那在祈禱釋放也一樣的，譬如得醫治或者是趕邪靈的時候怎樣做法呢？一個簡單的讓大家知道這個方法，一起讀一讀。第一，用心靈並且輕鬆自由起來來做恩典的禱告和愛慕神，帶來神強烈的同在。第二，奉主名憎恨罪和決意離開罪。第三，奉主名斷絕與邪靈的關係。第四，奉主名趕逐邪靈和求主醫治。第五，當有邪靈出現的時候，不要怕，不要緊張，輕鬆和有信心地將邪靈吹出來。第六，繼續為自己醫治和釋放禱告。嗱，呢度講到係自己或者幫助人嘅。咁第一咧就係用心靈好輕鬆自由去鍾意神，做恩典嘅祈禱同埋愛慕神嘅祈禱。神愛緊我嘅，我又愛神，帶嚟神強烈嘅同在。呢、这個做慣咗，日日喺屋企都係多謝耶穌，哈利路亞，感謝耶穌，讓神嘅同在加強我哋身上。如果你未做到，咁我哋一間可以幫助大家點樣操練，更加隨時有神嘅強烈同在。然後咧，做釋放一定要斷絕罪嘅關係同埋邪靈嘅關係，憎恨呢啲邪靈。第三啦，嗱、这、呢個第三對唔住，意係罪，斷絕罪，憎恨罪同埋決意離開罪。第三咧就係決意斷絕邪靈嘅關係。第四咧就奉耶穌名趕邪靈，又有邪靈嘅時候咧就將佢吹出嚟，放心吹出嚟。咁咧就係、是、其實最主要是第一嘅，就喺神嘅同在咧，神就會持續幫助我哋進入神更強烈嘅同在。咁我希望大家有呢個信心。嗱，我想問下呢度有冇一個人你想出嚟試一試？我想示範，即係點樣高層次啊？點樣個靈嘅禱告更加投入啊？有冇一個人願意出嚟？邊個都可以嘅，你話出嚟就得㗎啦。咁咧我就示範一下，主要我示範我點樣去盡啲啊，去為人祈禱。有邊個想嘅？有邊個想啊？咁即係我心中意神。我心一路喜歡神，哈利路亞，讚美耶穌，哈利路亞，主耶穌釋放他們，釋放他們來魔鬼一切權勢，憐憫他，恩待他，讓他知道神很愛他，有信心將佢吹出嚟，奉耶穌嘅名吹出嚟，所有嘅邪靈吹出嚟，所有嘅黑暗權勢離開佢。哦，耶穌！嗱，我一路咧，我心都係輕輕鬆鬆嘅，好輕鬆，好輕省，好似喺神裏面飄飄然，全心諗住耶穌，愛住耶穌，感激天父。感激耶穌，由你的心拒絕一切的邪靈，即是神我跟曬你，你將它吹出來，奉耶穌名，有信心，有信心，神就會釋放你的，有信心，不要成日糾纏，放鬆的，吹出來，哈利路亞。好，我們現在只是示範，即是我想說就是我為祈禱的時候，我都是放鬆的，放鬆的人就是想著耶穌愛慕神，而呢是一路愛慕神的時候，神的同在就會加強我們身上。那祂的情況呢，其實祂需要處理生命，一步步得釋放，那呢處理生命呢，神就會很快幫助你，是可以，一定可以的，只要你肯處理生命。邪靈呢就不難說的，是處理生命那一刻就難的，但是神一定幫助我們。